它这一次我们是用利用细针包新纱，所以呢，它第一个暖到不行，第二个颜色好看的不行。有没有发现它的垂坠度非常够？你想要当围巾、披肩，什么都可以。然后它的弹性，我觉得比格纹披肩跟小香风混色披肩都还大。素面是最弹最大的，对，我觉得这个红色当围巾超好看，因为它不会太红。对，然后它也很大条，我觉得很大条，你看。穿红色当围巾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，它也没有任何的洞，对，就是饱满的，它很密，然后它非常的密，然后咚咚咚就会让你非常非常的舒服兼饱满。帮你看它可以这样穿，就是把它当成是外衣，外衣不一定是披肩哦，白色就感觉很贵，然后又很白，所以如果你想要以白色就是为首的话，你可以买这个颜色，不会起球，这完全不会起球。我们是用非常好的包心纱料的，所以不会起球。它是有点带奶茶色，但是有一点点灰杏的感觉，而且这是我们独家面料，外面没有的。它的弹性跟材质，你收到你绝对会非常的喜欢。